Hello， 各位宝子们，我是你们的豆啊。先来看一下这个评论，豆姐挺受欢迎哈，申请位都满啦，哈哈哈。豆姐，你什么时候打上鸽子蛋的？昨天呀，我不是发了一期那个蛋仔派对的视频吗？有1000多名小伙伴给我评论留言了。鱼豆呢，也是真的有认真的在看大家的评论哦。然后我就在这人群之中看到了前面的那一条评论。我一看这不对呀，这鸽子蛋吧是刚上的。昨天我发视频的时候，我还是一颗鹌鹑蛋。我再看看我这个好友申请，我这一瞅，这也没有人加我呀。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大家应该是搜错了。前几天吧，我注册蛋仔ID 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名字已经被占用了，这个真的不是我哈，所以我的蛋仔昵称叫鱼豆跑得快，认准鱼豆跑得快，收获豆姐所有爱，嘿嘿，别认错人了哈，宝子们。